民间乡地文化主题馆，嗯，也是会当予游客来到遮了解地文化，并且定期来办理无同款主题展览。目前伫咧展览厅所展出的是赵金甲苏醒水墨画展。赵金甲带着各地社区大咖的成员，做伙来分享伊的作品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前来参观。现场提起毛笔，大胆来画图，这就是这摆展览的主角张景月。身为水墨艺术家的伊，平常时拢会伫各地区的社区大厦进行教学。这摆伊就带着伊甲学生的作品来到民间乡地文化主题馆进行展览，希望会当让民众沉醉伫个崇拜艺术的气氛内底。我们这次展览就是以彩墨，那就是说我们平常所学的。那么这是一个在我们今天这个契约下来展，来展出这样子。我们年龄层差不多是一些妇女啊、社会青年啊、退休的老师啊，什么都有。他们就是因为有兴趣，然后才过来学这样子。嘿，就大部分都是一般他们就有兴趣来这边，从不懂，然后再就到进入到他们我们这个会就是画画的领域这样子。现场这些学生拢是退休人员以及家庭主妇，在有闲时间来教老师学习画图，是因平常时上大兴趣。若是要特别讲，各位掠准这图是出名的艺术家所画，因此也欢迎民众，若是有来到民间，会当来参观这优秀的作品。我很喜欢牡丹，所以我很想把牡丹学好。对，啊，因为以前跟老师学过，另外一个老师学过啊，他都是工笔画，因为工笔画他比较。一板一眼，那我跟了张老师之后，觉得很活泼，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，就会比较随性化。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外面的坊间很多的山水，但是老师的画的山水那个意境哈，尤其是笔触啊，落笔的一个形态呢，很快速的就把那种架构还有意境呢能呈现出来。所以让我们学的呢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好的学习方式。这届展期到明年的正月31，欢迎对艺术创作有兴趣的民众会当踊跃来参观。记者李伟定采访报道。